终于好了。Hello， Hello， 有人吗 ？Hello， 没人呢。这口袋是该炸了吗？还是我的网不好？有人吗？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画在屏幕上你的笑容。嗯，为什么这次直播同步失败了？被温暖的风吹走。你没有看到我微博吗？好像我没有刷出来耶。哦，这样子，就是好像我微博没有发出来，就是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呀？口袋四八看到的吗？啊，我可以看到你们说话。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们是看到我微博了吗？但是我已经删掉了呀。奇怪，你们怎么进来的？哦，四八坏掉了对吧？我就知道，辛苦了大家。我们今天刚刚排练结束，然后头都没有洗就过来开直播了，但是其实还好，真的不油，就是汗湿了而已。那先放这首歌叫《五月的你》，是好妹妹乐队的新歌，然后我超级喜欢。我不会直播洗头的，我是个有偶像抱负的人。那啊、哦，刚才还有建议我去吃个宵夜再来直播的宝宝是一个有觉悟的人，快要中选了，我才不吃宵夜呢。今晚唱歌吗？你看我抱着吉他就知道了，对吧？Hello， 然后关于大家为什么会就是好奇我为什么会想要关掉私信的话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私信是一个就是只有单方面的去交流的一个媒介，就是说我能够看到很多外界的信息，但是我是不能，就是我不能回私信，所以这个我无法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你们，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个可以怎么说，一个误解吧，或者是双方的一个误解。然后呢，就是关于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之前一直都没有整理出来说，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在这个机会就想说一下一些想法，就是关于 CP 的事情吧。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说我和哀家关系特别好，我们是室友。然后后来是哀家去了广州，就是我和刘增艳，这因为之前我们三个人都玩得很好，所以我们三个他走了之后，我和刘增艳就关系就变得更加密切一些。再后来国美的时候，又是和鱼哥玩得很好，还有和怪兽前辈也玩得很好。现在我就和周佳佳一起住嘛，跟小猪熊一起住。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没有 CP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某些人想的那么的复杂。
就是因为我喜欢于哥的话，我就会去和于哥套近乎。然后我觉得刘建彦和我喜欢的东西品味很相近，然后音乐方面的品味也很相近的话呢，我们就会去一起去录一些喜欢的歌。然后小书生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就特别想跟他住在一起。就是其实没有一些观点说的那么的商业化，就是没有那么商业化。我就很简单的是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玩，也不是说存在什么 CP 或者建议我去拓展 CP 的这种事情，就是说不存在 CP， 我只是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到这边来，除了实现梦想之外，更大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可以结识更多的朋友。就是今后不管是什么时候，哪怕是我就是可能过10年20年，然后最珍贵的还是会说是之前一起经历过的那些时光，还有结识的朋友嘛，对吧？然后也就不费心，不需要谁来费心告诉我说，哎，你需要去拓展 CP， 你需要去就是去和谁发展 CP。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对我们的感情来说是一件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我从来不会说什么样的行为会让我不舒服，但是这件事情真的会让我不舒服。反正大家都是有感情的普通人嘛，都会有自己的朋友。虽然说所有的成员前辈还有队友就是跟我我对他们关系，我们关系都很好，但是我一定会有自己就是特别喜欢的人，对吧？这个大家也要去理解。我黑屏了吗？那就好。那黑屏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着先退出去再进来，可能会好一点。那其实自己写了蛮多东西想要今天直播的时候讲，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讲，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懂我的啊，就是都是懂我的，有一些话也不需要说是说得非常明白。就这一点吧，就是我不希望大家把关系好的成员和我看作是我故意去制造一些什么所谓的商业 CP， 这我觉得挺搞笑的。就是总之我没有这种想法就对了。然后最近的话，为什么没有和小刘录歌？因为他最近嗓子不是很好，然后我嗓子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能不唱就不唱嘛，也是为他的身体考虑。然后以后还是会和他一起唱下去的。其实今天是我昨天是我们入团的，不对，应该算是出道的一周年的纪念日。然后从昨天到现在其实一直都在想，自己作为一个偶像，就是这一年来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心智会更加成熟，也不知道是成熟了还是变幼稚了，反正就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更加会去理解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一些东西。那我就这样说话好了，就是不管说是唱歌还是舞蹈或者是创作，其实自己都有很多需要向前辈和队友学习的地方。然后一直都觉得我们队的雨伞还有佳恩跳舞很棒，然后就是我们的小英唱歌很棒，然后这些我在私底下都会去向他们请教，就是想要去做得更好一点。怎么回事，有点控制不了。我不是
好丢人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包括其实我今天特别想把一些平时不太敢说的话说出来，就包括说，长相问题吧，就是，其实一直以来从学到现在有一个词伴随着我很久，就是网红脸。那我其实不是，我觉得当时我跟刘在燕说，我说哎呀，我说就是我网红脸是什么意思？然后刘在燕说夸你啊，就夸你长得好看。然后后来我也不是很在意了，就是就至少还红对吧？然后长相问题，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然后包括是之前人说我长得就是一副很心机的样子，我承认我其实算，我觉得我蛮聪明的，但是包括说我发博的一个就是目的性吧，我其实更多的包括不管是直播还是发博，都想要和大家就是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因为平时一个人在上海吧，也是挺孤单的，除了身边的朋友之外，但是大家都会比较忙，所以其实我跟博快，我跟博快的话，是因为有时候真的蛮想你们的，然后就会，会在下面评论里面会有一些自己碎碎念啊无聊的东西，然后直播也是就比较喜欢这种想到什么都说什么。包括说觉得我的那个就是之前总是有人说我情商很高，然而我从小到大其实真的很少有人夸我情商高。情商很高就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就是别的说法还有很多很多。然后就是觉得首先就是情商高这肯定是在肯定我，对，然后也挺开心的。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想多了，就不要去，就希望他们不要去把我们的生活想象的完全的商业化，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女孩子，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的感情，会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基本上今天想说的就这些了，然后希望就今天这么严肃，就这么严肃，希望没有让你们不开心什么的。然后，今天感觉嗓子好了很多。想看没有遮眼毛的我吗？你确定吗？我脸超大的。有没有遮脸毛？他脸超大的，还是有比较好。对啊，其实我还蛮想唱歌今天，因为憋了很久嘛。然后嗓子一直都不是很得劲儿，就最近喜欢的风格也跟之前有蛮大的变化。对，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有自己的压力，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心态放得比较平和一点。然后为什么视频会有婴儿肥？因为我本来就有婴儿肥。我觉得我其实蛮胖的。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平时有时候看你们说的一些私信说的一些晚安呀，然后你们自己生活里面的感悟，还有就是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吧，然后就还是觉得蛮依赖的。确实挺依赖的，就是有时候会看不到，会觉得有点失落吧，然后就私信就不关了。然后这个 flag 我当时下午的时候下立的，你们就不要在意了，我不会关的。然后
大多数的私信我也会认真的去看，同时我也会相信我自己。Hello， 晚上好。这个袖子好好玩，我看成这个柚子好好玩，我哪里有柚子？听我吐槽啊，其实我挺少吐槽的，我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就是。怎么说，就有时候觉得会有一点委屈，因为自己的想法很难去传达给你们，有些话也很难去开口，因为更多的是一种单方面的输入，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公众微博的这个主人，就是会可以，你们可以给我们说很多话，但是我们其实只能通过一些比较简短的语言或者是视频，去回答你们。真的不是压力的问题，其实我昨天想了蛮多了，就是与其说走选拿到一个好名次，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过多的去往恶意的方向去揣测我们。就是可以怀疑很多东西，但是请不要怀疑到一些很本质上，比如说觉得怎么讲，反正我觉得来看直播的你们应该都是挺了解我的吧。我今天真的没有打算哭，现在我都有点想关直播了，然后怎么说呢，包括说什么经营自己的属性吧，或者是有心机什么的，其实我是一个喜欢什么就会去做什么的人。对，那就说这么多吧，没有什么必要说把一些可能不够了解我的人的话放那么重。谢谢你们，不要说一些比较油腻的话了。谢谢你们，真的，其实觉得自己蛮任性的，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今天晚上呢，本来准备，当时我特别气冲冲的和我朋友，就和小刘说嘛，我说今天晚上直播我可能会讲一些，就是不太应该是一个偶像该说的话，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我十分的需要去告诉他们，首先在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的之前，你要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对吧？特别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是谁的替代品，然后我也不需要去学谁的处事方式，或者是谁吸引粉丝的方式，我不需要。就是我希望，如果说这么想的朋友可以看到的话，就是我就是我，不太会说话的一个人，然后平时喜欢弹琴，然后喜欢唱歌，虽然说唱的不是很好，然后吉他也学的很初级，但是就是喜欢嘛，然后平时喜欢写点东西，有点容易害羞，然后平时也不是很爱说话。跳舞虽然不好，但是一直在，可以说一直在小小的进步吧，就是这么一个我。
其实说到剧场对应的话，我承认我是一个热脸很慢的人，对，我是一个热脸很慢的人，但是我真的有去，可能反应太快，我也会慢慢去改进的，对，尽量去把自己表达出来。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有点意外，因为第一没有想到自己会说这么多，然后第二是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就是有点，其实我这人就是这样，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吧，其实一个人心情不好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人安慰我的话，我就会有点想哭。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今天呢，本来是想开开心心的，哎，怎么说呢？好了，不说了，我们还是来聊天吧。不安慰了就不哭了。今天这段谁也不要接下来，谁接下来我拉黑谁，真的。吃晚饭了吗？其实还没有吃，因为今天从下午一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在就是排练嘛，排到现在。因为我们队的舞蹈实在是，我们队整体的舞蹈的话跟前辈确实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特别是我的话，我是一个记动作很慢，然后有时候又不是，就是有时候我一紧张我就会没有排练的时候没有表情嘛，然后就其实我挺怕马老师的。对吧，勤能补拙，我也觉得是。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我们队一直在反复的排练，因为有两首歌是就是这两天才学，然后大家压力都挺大的。本来准备说9点钟的时候直播，但是也没有来得及，所以就这么晚直播了。下排有纸哦，好嘞。其实我点了外卖，刚才我说不吃宵夜是骗人的。让我看看你们说了什么。直播吃外卖嘛，那我还要去拿，很麻烦，还在楼下呢。多喝水。哎呀，我的天哪，我的水洒掉了。没关系，没关系，大热天的也凉不了。总选会上几支曲子，这个嘛，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那先保密吧，反正过几天你们就会知道了。你们今晚都切不到票，为什么切不到票？这位说10点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的朋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还在读书吧？10点就才开始夜生活，会不会太晚了一点？演了半天还在旋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在这里唠嗑都会有人投票啊？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黄牛是说把这个票买到手，然后再卖给你们的这个意思吗？你发出去了，我看到了。这个是芒果益菌多，超好喝的。还有高价转卖啊，那我也要去当黄牛，好赚。
那他们是怎么抢到的？因为网速快吗？有程序，哇，程序员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喝这个会长胖吗？天哪，我们队的票卖那么好吗？我还以为。我发现了，我的这个画面会到你们那去会有延迟，还延迟蛮久的。X2 不是早就实名制了吗？还是说只有超威是实名制？我记得我生日公演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发生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哦，只有超威是实名。最近在学那个马迪老师的一首歌叫《傲寒》，我的宝贝吉他跟我还不到三个月，因为这是我的第二把吉他，我的第一把吉他已经它的琴颈然后弦枕会已经磨损了，然后就是其实蛮舍不得的，就是那把吉他跟了我很久。但他琴颈磨损了，就很难去更换琴枕弦枕。那这首歌叫《傲寒》，一首有一点丧的歌，但是真的蛮好听的。我要看谱多，所以可能全程会低头。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听我唱着一首永远望眼欲穿的生活，唱着不可得的城市，尝试无所事的爱情，也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你只微笑像50年后那次四目相对呀，你陌生不是人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放他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傲寒我们结婚，在岛上冰雪融化的早晨，傲寒我们结婚，没发生过的事。唱错了，不好意思哦。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那啥的头像，叫仓鼠是猪。朋友，你这块有语病哦。你这块有语病哦。仓鼠怎么可能是猪呢？仓鼠是小仙女。唱成第二段的词了，重新来。傲寒我们结婚，在岛上冰雪融化的早晨，傲寒我们结婚，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傲寒我们结婚，让没发
把生活的梦都做完，忘掉那些过错，都不被原谅的青春。然后这首歌叫《傲寒》，傲寒是那个马迪老师唱的，就是唱《南山南》的那个民谣歌手。好，我决定玩一个游戏，就是我第一次国美直播的时候玩的游戏，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有一首歌叫《董小姐》。然后我不太记得《董小姐》的歌词，让我搜一下。哦，果然还有人记得，太好了。就是没有想到从国美到现在这么久的话，还会有人从那个时候喜欢我到现在，其实真的很感谢你们。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个总选的拉票直播，虽然叫拉票直播，但是觉得这个机会来聊聊天也蛮好的，拉不拉票什么都无所谓的。突然发现你们那个 ID 都好长啊。你们的 ID 都好长哦，我怎么唱？好难哦。还有那个四个字我根本就不认得的朋友，天哪，我觉得我是个文盲，还是算了，还是算了。我先睡一睡，我口条不太好。你们上的好快，有点害羞，突然，算算套路啊。你悄悄，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望着衰老，碎成的，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那白大人，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金哥哥，孤独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不认得。暖心啊，哎，怎么唱来着？哒哒哒哒哒哒，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过再见，在午夜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一切被不厌其烦的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不会的地方要哒哒哒哒哒哒，对吧？这是我吉他老师教我的。我吉他老师每次上台，然后经常不会的话，他就啦啦啦啦啦，装作很有情怀的样子，就真的装的好像我记得，但是我就是不想好好唱那种感觉，特别有情怀，特别燥。啊，衣服都很小公主嘛，是吗？毕竟我也蛮喜欢的。还有一首什么？哦，类似风格比较类似的歌，就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叫《奇妙能力歌》。今天特别的怀旧，哎，怎么插上平安的那个平安保险呢？奇妙了。沉迷老公的粉色，挺不错的，我喜欢这个称呼，特别棒。哦，是吗？谢谢。这首歌是我老公的歌，特别喜欢，但是我要想一想和弦了，我好久没有，起码有半年没有弹这首歌了吧。其实对于占有相对自由也蛮好听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但是歌词嘛有一点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哎，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靠墙，没能变成你。我听过空境的回应，必须叫你过山岭，听过被诅咒的秘密，没听过你。我抓住散落的欲望，缱绻的浮雨让我紧张。我抓住时间的假象，没抓住你。我包容六月清泉结冰，包容木老的生命，包容世界的质疑，没包容你。我忘了置身冰川孤单，是桥梁，忘了把脸抹上口红，没能忘记你。我想要更好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
想要你。华丽的高音，虽然破音了，但是还是很华丽。我不管，嗯。那还有一首歌叫，不，这是佳佳的文章，我没有文章。嗯，这怎么弹的？天哪，我就快没有电了。好难过啊，我要边充电边直播了，以免导致发生昨天那样的惨剧。机智的宝宝，今天虽然我眉毛蛮淡的，就是画的也不太浓。好，这样就不怕没电了。到这一段，斑马斑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只会歌唱的傻瓜。斑马斑马，你睡吧睡吧，我要背上吉他。我是苍白却忧愁的孩子啊，斑马斑马，你睡吧睡吧，我把你的青草带回故乡。斑马斑马，你不什么来着？我知道了，我查这个歌词是 IU 版的。天哪，我居然查错了版本的歌词，我好蠢。不过没关系，反正该唱的都唱了，对吧？差不多得了。哎呀，嗯，听哭了太难听了吗？会听哭。寂寞成烟雨，循环第五天。在佳佳巡团的第二天的时候，已经整个人都被洗脑了，然后做梦都在唱这首歌。
我看一看还有什么。其实很多很多都是练了一下，然后也没有怎么会。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直播练琴啊。哦，其实我今天本来准备去他家那边睡的，但是我们明天要早起去那个去总采，所以今天就不能去跟他玩了。然后，看过两天有没有空吧。哦，我不能这么对着你们。上次有人说我秃掉了，就没有秃掉，我只不过是头顶的这个就是，颜色染的颜色比较浅而已，因为头顶温度高嘛，所以大一染的时候就比较浅。微光其实我也蛮想弹一遍，但是我没有谱子，因为我之前的谱子被我撕掉了。Hello， 终于进来了。我平时是怎么练琴的？我平时就这么练啊，还能怎么练？用手练啊。我喜欢民谣还是古典？我当时吉他入门的时候是弹的都是民谣歌曲，因为简单，就民谣歌曲会比较简单嘛。当时的我的吉他老师说我的声音比较适合唱民谣，因为有一点点沙哑的那种质感。我这么说有点羞涩。看一看这张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撕掉了多少谱子。没有，不是泄愤，是那天要去路演嘛，然后我懒得抄谱子了，我就直接把它撕下来了。撕下来带过去会比较方便。啊，这首歌还在，真棒。还有一首是我发的第，我也不知道第多少歌了，反正是我还有曾郭还有还有艾佳三个人一起唱的。屏幕的右下方，然后艾佳在后面蹦来蹦去。那想听画中仙的话，我要先去搬一下谱子，因为我还没有搭会，我还没有会弹画中仙。我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撕下来的谱子。就是因为平时带出去弹的话会手操太不方便了，然后用手机的话好像也很没诚意，所以就把它撕下来。那不撕下来怎么复印啊？完了，这谱子东一个西，东一张西一张的，就找不到了。我有那么懒吗？我都不是因为懒，是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诚意。哦，对，还有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尝试去八和弦，有一首歌叫天天想你，但是我依旧是不记得歌词的，所以我还要翻一下歌词。
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机直播，我的脸就显得很圆，可能是真的圆。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sorry， 就进来。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边，你的每句誓言回荡在耳边。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花都间的视频我有，你是说那个你们制作的视频吗？我有看过，看了很多遍，然后觉得很不错，觉得做的很带感，做完之后觉得自己是，看完之后觉得自己是小仙女。不是魏歇，有那么想听不是魏歇吗？那我不会弹，那我只好放伴奏了，我试试吧。外卖来了，外卖孤独的在楼下。吉他学了，吉他练了一年吧，一年差不多。浮生未歇，我也很喜欢老妖，但是我觉得黑塔的版本也不错。天哪，今天网这么好的。谁家的青笛渐响渐远，想过浮生多少年。不行，今天唱这首歌可能嗓子还不太得劲，等我下次嗓子好了专门录视频吧。没有没有，外卖已经放在楼下茶几上了，然后外卖小哥已经走了，走了很久了。听不到，我听不到，我不想说听不到，我是找不到谱子了。我想一下，还能背吗？好像也不太难，我想想了。天哪，我是删掉了多少谱子？哈喽，我的宝贝儿回来了。哇，冰淇淋在下面。什么？冰淇淋。冰淇淋？你买了冰淇淋？嗯。你要下去吗？对。那帮我把烧烤涮上来呗。好的。谢谢。么么么么。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吃的是烧烤。
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这首歌叫飞，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然后也是好妹妹乐队的。哎，我觉得井柏然唱的也很不错，很好听。我们来首甜甜的歌好吗？甜甜的歌叫《爱的魔法》。现在在哪里？天哪，难道也被我撕掉了吗？哦，好像没有。你在直播吗？是啊。好，再见。啊，刚才外婆说你在直播吗？好，再见，拜拜，然后就走了。来一首甜甜的歌，七品来着，二品，这么高吗？我知道你们之前说了什么，你们说我秃了，对不对？你们之前说我秃了，没有爱了，真的没有爱了。再见，宝宝小情绪了，我要去睡觉养头发了。坏蛋，乌黑浓密。我明明头发是棕色的，好不好？乌黑浓密，受不了，你们这些人。我是一只咸鱼，不想吃人，也不能做人。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梦想着翻身。
这首歌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是它的粤语版，不是粤语版，是闽南语版更好听，就是叫黑人啊，真的很好听，就是也觉得歌词写的挺像我的吧，就是不好也不坏也不特别出众，但是我觉得我是很不同的，就是觉得确实很不同的，不然你们也不会喜欢我，对吧？还总选累吗？还总选蛮累的，但是也很开心，也很就是很复情绪很复杂，一方面自己也想我们队可以排得更加那个更好一点，但是其实这么多人的话，短时间内学舞，然后要把动作统一，就是整齐划一，还是比较有难度，所以我们会自己会增加我们就是排练的时间，大家都很努力，想要说我想练天的时候可以给观众一个好的视觉效果。啊，佳佳怎么还没有上来？我还等他给我打 call。你以为我帅喜欢我啊？我那么肤浅。我也很肤浅的，我就是帅啊。其实我学了很多首那个吉他，但是很多是我会弹，但是我不会唱，这就很尴尬了。来吧，我要记出一首，就是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可能不会唱，就虽然我会，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唱的歌。然后今天你也是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天，所以我唱出来好了。哦天哪，怎么回事？我变量夹坏掉了。就当机会长，只曾爱一场，爱到最后受伤，哭得好绝望。不要这样，你们这种这种反应总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听那个，就是 B 站有个 UP 主叫神威鬼鸣嘛，总让我想到那个神威鬼鸣，哎呦，想到这很可怕。好了好了，不开玩笑。变量夹有点问题，可能磨损掉了。哦，之前有人说，哎，说哎，小仓鼠，我觉得你外表长得萌萌的，然后，为什么声音这么磁性？我声音很磁性吗？我也这么觉得。就是那种低沉且性感的声音。声化严重不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之前拍小影啊，然后秒拍什么的，就会有音化不同步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总会有很多很正义很就是很有正义感的网友在我的微博上评论，假唱怎么可以假唱呢，然后什么，这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唱的，什么什么什么，真的，我觉得，还有就是，我弹吉他，我是用右手拨弦，左手按品的，就是太好笑了，就经常有人会问我，就是你是左撇子吗？然后请教我怎么用左手弹吉他。就真的很厉害，他们真的很厉害，很棒。
其实我小时候声音不是这样的，我变完声之后声音就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时说话也是比较就是爷们儿吧，也不能说爷们儿，比较北方，我说话会比较北方一点。那你也右手拨弦？那当然了，大家不都右手拨吗？哦哦，你们让我想到一首歌叫《南方姑娘》，然后花粥老师把它改成了一首叫《北方爷们儿》，你可以去听一下，真的很好笑。好，为了挽回我的这个，东北大碴墩是吧？啊，我们不应该这么说话，我们说话应该比较就是，比较温柔一点，像女偶像吧。让我感受，让我想一想，我该怎么跟你们说话。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听，好尴尬啊，就是还是正常的说话吧，就是我觉得这样说话比较舒服。平时 MC 的时候说话是会比较，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我平时说话会变得比较像，比较北方的口音，但是我 MC 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跑出我的家乡口音，就是会变成一种武汉腔。我回头看录播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紧张吧，然后就觉得，怎么听到自己说武汉话，觉得好奇怪。我漏了一个声柱吗？不会吧，我不相信，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想办法去表达，拥着你在哪，那么多路人甲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我大学室友是三个新疆人，并不是东北人，但是口音有一种迷之相似。重新来。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想方法去表达，勇气你在哪，那么多无人家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抛开那些最浪漫的话，我只想为你把所有冰雪融化，就这样一直走，我这一心中的每一个冬夏。那一天遇见你，你的与众不同，就像一个天使，难以忘记你的笑容，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我心里对你的思念，对你的思念充满每一天。Carpet， 什么意思啊？魔法宠物吗？什么鬼？哦，我知道了。这位朋友，你之前直播吃芥末，所以你的胃还好吗？我其实觉得就蛮想舔一下。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就以后叫你芥末好
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应该他应该已经不想看到芥末这两个字了。哦，我现在准备唱一首应该是对唱的歌，但是没有人跟我对唱，所以我就只能精分了。我只能精分了，嗯。算了，金峰好尴尬呀，感觉我好像特别特别孤单一样。好，挑战一下这首歌吧，就是在嗓子最不好的时候，嗓子最不好的时候挑战一首我觉得最难唱的歌。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那周围再多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嗯，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怎么还在刷这个？嗯，你们刚什么都没有听到。你们不要欺负他。为什么佳佳还没有回来？佳佳怎么还没有回来？好难过。你说到辣根，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哥们儿在美拍上还是在哪儿吧直播那个辣根方便面。我现在不想找烧烤，我想找我的小猪熊。我小猪熊去了哪里？我小猪不见了。一个吃什么牛扒。你们太坏了，他来吃我的烧烤，好吧，那就给他吃吧。哎，我有点想曾锅了，我不知道曾锅现在干嘛，曾锅有在直播吗？现在演唱会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每天都在准备练舞什么的，然后别的我是一个挺糊涂的人。他没在直播吗？他没在直播的话，我就去找他好了。我没直播他去直播了，然后我直播他就不直播了是吗？完美错开。那位在培训的朋友，你好像为什么会在用4G看？真的有点，嗯。问号脸。嗯 ？Excuse me。我看到一个顶着就是完全不认识的 ID， 真的对，很搞笑。哦，我差点忘了，今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
就是有一点不该有的这样，我做的太乱了。就是这首歌嘛，上次的话就是没有弹好，哦不，没有唱好，没有唱好。我也是司机，跟你说一定要充流量，千万不能让他欠费，他一欠费你就没法充流量了，你充进去的话就只能下个月用了，就他不会给你扣掉的。所以要赶紧先充流量。第一个音就破了，嗓子真的有点不太好。手机关了，你的消息还是没收到，觉得迟到，绕着几遍又偷偷的聊，我的心事藏在心角，难道你真的不这种感觉太微妙，抓住你的背影就好，怕你猜到又怕你想多久，想靠近你又靠不住个头，给我一点勇气，让我还你一个拥抱，我知道你也一直都在寻找，寻找属于你的那个依靠，一个人的夜没风高，两个人的心真美好，蝉鸣拍照，像我嘴角藏不住的笑，你的睫毛藏在手心当夏天，如果有记号，那一定是你的味道，分一只耳机给你，能否听到我的心跳，不想拥有你向世界炫耀，只想偷偷拽住你的衣角，只要一个眼神我就跟上你的步调，你知道我也一直祈祷，祈祷成为你的唯一需要，两颗心的无可救药，一首歌的话是年少。这首歌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首自己写的歌，然后歌词在这里，就是反正我知道你们也看不清楚，所以就给你看一下好了，就写得很工整，然后因为当时正在写的时候小刘过来吐槽嘛，然后就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一起写。创作灵感不是都说了吗，创作灵感是因为就是有一次 PPTV 音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节目，然后就去他那节目，然后主持人就问我，就说仓鼠你最近有没有创作的打算，我说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写，然后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说没有的话会不会有点尴尬呀，对吧，对，就阅人无数，然后有点尴尬，我当时灵机一动，我说有的，就我最近在写一首关于暗恋的歌，然后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情，然后就立下了一个 flag， 但是在之后的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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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开始写，因为一直也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说写歌词、写曲子、去创作，连唱歌都不是说唱得很好，更别提说创作了，其实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再加上。
这个其实灵机一动说要写一首关于暗恋的歌也是有来头的，因为当时国美的时候，对吧，然后你们都懂的，你们都知道的，我就不多说了，对吧，然后当时发了一条微博，然后很多人猜，但是猜对的人其实很少，我当时我还用我就是一个反正大家就据说是不为人知的微博账号，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像都知道的微博账号，然后我当时把我的简介改成了真心推一个，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挺迷的，然后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写了歌词，其实就是把那段时间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情绪表达出来了吧，就挺有意义的。虽然说被小刘改了很多，比如说有一句歌词是夏天如果有味道，那一定是你的发梢。因为我觉得鱼哥的发梢真的好好看啊，就是有一张自拍，就是那种黑白的，然后他的短发就是他闭着眼睛，然后那个有点仰拍的那种，然后那个发梢就被风吹起来。我当时觉得哇，真的就是仙女，就是超好看。然后就这句话其实我挺喜欢的。然后小刘说，哪有说你又不是弯的，那你这肯定是女生暗恋男生的故事呀。然后你说发梢，男生发梢是什么鬼？太直男了，太可怕了。然后我就改了，我就改成了夏天如果有记号，那一定是你的味道。然后这真的不是我想写的，然后我想写的又太痴汉了，所以我就现在转推了吗？没有转推，就是一直想当一个小迷妹，就是想当一个小迷妹。怎么样？怎么样？原来我是这种仓鼠，我又说什么了？没有，我不是弯的，我就是，我很喜欢好看的女孩子，我很喜欢好看的女孩子，然后，而且又是这种好看又帅又跳舞又好，然后又，对人又很温柔，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国美的时候，国美的时候好像是那次我平板支撑，然后，就是。其实为什么一直，其实这个不是我的强项，我平时可能坚持到不到两分钟就不行了，因为我没有什么肌肉，然后当时坚持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努力的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因为我觉得不行，因为台下的观众可以看到我的脸，我就一直不行，我不能露出狰狞的表情，然后用那个。身上又在抖吧，又在抖，就一直在控制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我去抓地板呀，或者是出声什么的，可能就会一下就泄气了，然后一下就会下去了，就输了嘛。所以我就一直那个，然后当时平板支撑完了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站起来之后我是茫然的，就是那种头顶都是问号，然后整个人处于一种虚，就是茫，就我是谁，我是谁，我在这里干嘛，我在哪里。这种状态，然后就很懵，但是我表现得很淡定，当时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嘛，然后但是鱼哥当时就反正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牵起了我的手，我就觉得天哪，就是特别，本来内心毫无波动的，然后觉得这个女孩子真好，没什么别的，就灵魂出窍的时候被拉回来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平时的吧，平时也是练舞什么的，练舞什么的。然后，鱼哥就也会教，因为我的舞蹈基础不是很好，然后鱼哥跳舞很好，他也会教我，而且就是很耐心的。我没有喂狗粮的意思啊，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情，
我现在表现很痴汉吗？现在呢？这不叫撩妹，这他不叫撩妹，他是一个是真诚对我的，我知道。你们不要听哥说，就每一次我发这种神经的时候，你们都是艾特他，我很尴尬的，就感觉我就像个成员瓜一样，好吧，我就是成员瓜。对对，我肢体不太协调，因为就是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学过。其实以前吧，进团之前我挺讨厌跳舞的。我小时候我妈就给我报芭蕾的那个培训班。给我爸带来的培训班，然后我去了两节课。第三节课的时候，我死活都不去，然后就赖在地上哭，说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我头痛、肚子痛、腿痛，然后就赖在地上，还扒着门框就是不去。然后后来我妈就随我了，然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再提起关于舞蹈任何事情，就直到我进团，有一段时间很怀疑人生，就是天哪，我要怎么样才能协调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到现在的话也稍微的好了一点，没有那么不协调了，对吧？我小时候很调皮的，然后又很任性，就是干什么都不是太配合的那种小孩。小时候吃饭就是不太能吃饭，就一直有营养不良。我奶奶就在后边拿着个碗拿着个勺子追着我，就撵着我，然后撵到我了，然后就揍我，然后我就嗷的一声就哭了嘛，怎么一勺饭都喂进去。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熊孩子，特别熊。受伤的脚踝，好一些，就是其实已经痊愈很久了。我大概是大二的时候受伤的，然后当时是坐了半年的轮椅。就是每天特别可怜。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你们不要学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学习有点不太认真的，就是有时候因为觉得自己英语比较好嘛，然后就英语课什么的都不太去，老师也不太那个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受伤了之后，我妈就在那个学校旁边租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小的房间，然后我们就住在那里面。然后我妈就每天无论是刮风下雨加太阳，她都要一定要推着我去上学。因为我没有办法两根就是杵着拐棍去上学，那么远，就是起码有可能要走步行800到1000米的样子吧。她就每天推着我去，然后每天推着我去之后，有一天那个英语课是真的不用去的。然后我就很努力的跟我妈说，我说这个课真的不用去，老师都说自习了，自习去干嘛呀？然后他就说不行，他说你这么态度不认真，我花钱送你来上大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没有办法，然后我就去了。那天下大雨，我一进去之后看到老师非常诧异的看着我，老师准备走，老师让诧异的看着我，拿着一个笔记本，然后上面有一支笔，他说哎你怎么来了？我说老师我来听课。老师说自习啊，自习就好了呀。然后老师就可能是比较礼貌性的问了我一下，他说你是想着教室自习还是想回去自习，反正可以，看你腿也不方便。然后我看了我妈一眼，我说老师我在教室自习，然后我妈就走了。老师就非常无奈，因为老师当时也可以回家了，然后老师就继续坐在那个前面讲台上，把那个笔记本打开，然后继续在那里写。然后全程我们两个在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教室里面，特别特别的尴尬。两个人就是可能我玩手机玩累了我就看一眼他，他玩手机玩累了他就看一眼我，然后我当时觉得气氛都凝固了，特别尴尬。我妈就是她特别希望我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非常认真。其实也挺感谢妈妈让我大学不至于挂科挂得很惨。但现在的话只有说是超负荷的，每天可能4-5个小时以上的排练的话，可能会左脚有点酸胀，但是不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也有上次回去复查也有问过医生，然后医生说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
认真的我都心疼我自己好吗，就是那段时间真是太惨了，就是妈妈永远会觉得你在学校里面就是每天都在认真的学习啊，就跟高中一样嘛。其实讲道理的说应该是每天都去好好上课的，然后我有点懒，所以还感谢妈妈让我没有挂科。水内钉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打的是那种钛合金的，就是因为当时是巨骨粉碎了嘛，巨骨就是身体里面沉重的那种骨头，然后好像是掉了两块碎片下去，就掉两块碎片，然后就用两颗小钉子把它钉住了，但是恢复得很好，手术做得很好，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腰开刀是脊椎吗？是脊椎的问题吗？然后养好脚踝，对的，我也觉得脚踝很重要，毕竟这个跟走路有关。对，天哪，膝韧带断裂，怎么干？怎么整？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梗？你们怎么知道马老师说的什么？你们怎么知道的？好可怕，是谁说的？我渊知道是傻子吗？这个问题很尖锐啊，我该说什么呢？栗子，天哪，栗子这个直播要事情。我知道啊。伴随偶像嘛，我傻你也傻呀，大家都傻，大家一起傻。哦，我膝盖没事儿，膝盖没关系，膝盖好了很久了。深夜心灵节目哦，我想起来我刚入团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特别文静的人，就不像现在这样说话会这么张扬，当时我说话是这样的，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叫叶小军，然后今年21岁，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呀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时我这么说话，然后在家当时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那种就是深夜情感类节目，就是有一点沙哑的这种声音什么叫说明那时候慌了，我只不过在纠结我说虚岁还是说周岁。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邓小仙可怕。去梅奔走过台步还没有去过，然后明天可能也走不了，那明天的话我们会去公司租的那个场馆差不多的舞台，然后去走一下。梅奔毕竟租一天太贵了嘛，你也懂的，可能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公司有钱嘛，但是对吧，反正明天就是不在梅奔了。你们这是什么扣子想得出来，你的月亮我的心，我就喜欢你的。什么叫虚岁十六周岁十九怎么做到的？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艾佳跟我讲哦，是他们广州那边剧场，就是经常你可以看到超微，就是 VIP 席坐了一堆上海的剧组，天哪，一堆上海的金啊，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唱海风的时候嘛，最后我想了一下，上一场的时候我居然听到几个疑似是推我的人在唱我最喜欢刘增艳，刘呀刘增艳，而且故意唱特别难听，我听到了真的是。然后下来之后小刘说，你能不能让你的粉丝不要这么难听的唱，好好唱行不行，哎，我真的受不了你们，太可爱了。子杰怎么会露馅吃饺子？我们食堂经常吃饺子啊，就欢迎王总来我们中心吃饺子。
客运路在哪里？我请他吃饭，我想请他吃饭呀，但是我们俩都没时间。他们刚过来，然后排练他们的节目也非常非常的忙。我们昨天几乎都有空的时候都待在一起，然后在分过的房间。不能，你们怎么能说把饺子钱拿来升级口袋四八呢？大王该多伤心。有浪分团吗？我只浪分 A 家，真的。然后我觉得文言宝宝也很可爱，然后聪聪很好看，聪聪很好看，然后文言很可爱，还有丹妮，蓝蛋蛋也很可爱。天哪，我居然已经直播了1小时36分钟了。小刘很搞笑吗？小刘是这么跟我说的啊。小刘说，为什么是你的粉丝看你的眼神就是那种看喜欢的人的眼神，你的粉丝看我的时候宛如在看一个智障。我说那说明他们，那至少说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这真的是因为可能是我看他的眼神都比较奇怪，因为我们平时经常一起互怼啊然后什么的，我看他我就经常那种很嫌弃眼神看着他，伴随偶像嘛，对吧？谁让他老去智障吧？对，他每去智障吧，我就看他在那里签到。哦，据说还有人在智障吧寻找小刘。可以，可以，可以。那马上总选过后就要有握手会了，然后你们会去握手会跟我聊天吗？哎，我是卡住了，我看不到你们的弹幕。我真的看不到哎。Hello，Hello， 欢迎。哎，算了，玩会儿手机。哦，卡住了。刚弹幕卡，但是我没有卡是吗？那我干了什么？我怎么会嫌你们烦？其实握手会的时候觉得超开心的，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就是说不要一圈一圈的过来，你们直接就时间长一点吧，因为你们一圈一圈的话，就经常会不就10秒钟，然后把那个券给 staff， 然后跟我说话，然后就说。说哎，说我是谁谁谁谁谁，我说哦你好，我知道，然后 staff 说时间到了，然后就走了。天哪，就是这个钱花的很没有意义，你知道吗？钱花的很没有意义，然后大家尽量的就是可以，如果想要跟我多说一说的话，就不要一圈一圈的来，因为一圈一圈的来，他每次报下来第一就没有时间了，就很尴尬。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叠一点的话，我还可以唱歌给你们听，对吧？但是上一次我觉得上一次那个 staff 姐姐真的很可爱，因为就是她有时候看到我讲的比较嗨的时候，她就不会那个什么，她就不会把时间掐那么死，看来以后我要多讨好一下 staff 姐姐。你们要派芥末唱歌给我听吗？你们不是说要跳堂吗？你们就是我记得很早之前有人私信我说应援会的决定说要一起跳一个男版的堂嘛，对不对？那不吃芥末了吧，这对身体不好哎。所以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跳给我看？真的吗？你们真的要跳吗？那握手会一定要跳哦，就是要唱可爱一点，因为糖是一首很可爱的歌，糖是一首很可爱的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打扮成小公举再来跳，就是会很有感觉。
手工电脑就算了，手工电脑我都不会了，有点胆，不要这样，人好坏啊。那最好是一群人，然后在我前面跳他，我会觉得很带感。上次小苹果就有人给他跳身份颠倒，好吃醋、哦、我也想让你们跳糖。别的家，对啊，我听一直听说别的家有穿可爱的小裙子的男的，但那就算了，因为我觉得男孩子穿裙子出去，就是去剧场的话，可能会遭到围观什么的。一个剧院门口跳一个，天哪，你是海外党吗？感觉我们家如果这么做他会上新闻呢，会上新闻，然后就那个什么二次元男青年什么聚集在嘉兴路，并且穿森女服装跳起了SNS 波鞋的舞蹈。天哪，真的有人这么干过吗？好可怕呀、啊！真的，好可怕。那是不是还要戴假发？回一下我妈的微信。我的天哪！我都很奇葩吗？因为我很久没有剪了，因为我想把它留起来，因为就是很多人说我刘海留了不如不留嘛，而且公演什么的挺热的，没把它留起来，留长一点就不剪它了。五月天的新歌嘛，我听的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觉得词写的可好可好了。提议就是让粉丝一起跳水中梦想岛的人，那位朋友，你的想法有点，你到时候要是不来的话，我就拉黑你。穿泳裤跳，真的不要给我提泳裤，跳泳裤就生气。那个刘震彦和陈韵玲这两个人真的是。无法无天，加死库水也不错，蛮好的。欢迎不同步嘛，好神奇，原来直播也会不同步嘛。哦，大半夜的不要在这里，好吓人啊你。哇，我发现你们会的比我会的多，我都不会看流星。天哪，现在已经42了，那今天是星期二，明天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要上学，然后很多的大朋友要上班，然后我呢，我明天也要去临时租的舞台去搬砖了，然后希望今天大家看直播看得愉快。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个面子，不要截我那什么的图和视频，然后希望就是都可以睡好。虽然说总选之前我们
不管成员还是粉丝的压力都挺大的，但是希望大家都有一颗平常心吧。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希望大家都每天好好的去度过，不要想太多不开心的事情。来，最后唱一首歌。就唱一首歌就走了。这一路蜿蜒，有点低吼，我高一点，原谅那个那么长那么长的前奏。在这一路蜿蜒的起点，我曾轻轻闭上眼，就像在舞台中央张开小小翅膀。完了，我觉得我今天讲的状态可能唱不完了，没关系，我们留着下回唱吧。可能说太久话了，然后今天又一天排练，所以很不好意思。没关系了，反正你都听过我唱的好的版本的，对吧？外卖早就凉了。哦，对了，你们是要伴奏吗？你们是要我的吉他伴奏的话，我可以把它发在我 Steam 上面，发一个伴奏，大家也可以自行去下载了。虽然我觉得我弹的不好，可能你们自己弹的效果会比我自己弹，会比我弹要好一些，好一些，因为男生的 key 其实不太适合，有点高，然后降八度的话又会有点低，所以你们可以用软件自己降一下调，或者是自弹自唱，应该也挺不错的。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晚安。晚安，我下了，记得想我。那我先看你刷一波晚安再下好了。天哪，这个棒槌女郎是谁？你们不要吓唬我，我觉得我要心肌梗塞了。你们不要这样，好吓人。哦，我知道是谁了，好烦啊，坏人真的是。还好还好，不是真的马老师，我吓死我了。晚安。